你们这次迟到的理由是什么？老师，我去助人为乐了。好啊，还学会串通起来说谎了。老师，我没有说谎，我早上在路上遇到了一个三天没吃饭的乞丐。哦，你接下来是不是想说你助人为乐，带着个乞丐去吃饭，所以才迟到的？不是的，老师，我没钱请他吃饭，所以直接带他去找警察，这才迟到的。看，这是警察叔叔送给我的锦旗。还真是助人为乐。杨白白，你呢？为什么迟到？我早上在十字路口看到一个腿脚不方便的老奶奶。这理由也太老套了，你肯定是想说你助人为乐，扶老奶奶过马路，所以才会迟到，对不对？不是这样的，我看到有个小偷在偷老奶奶的钱包，于是追了半个小时，终于把钱包追回来，这才迟到的。看，这是我和老奶奶的合影。这也可以，真有你的。啊，小浪，你又是怎么助人为乐的？我早上路过一个池塘，发现有个人掉水里。你是想说你跳到池塘里把人救起来，所以才会知道？我就不信这次还猜不对。不好意思，老师，你又猜错了。那个人钓的鱼太大，这才被拖到水里。于是我决定助人为乐，花了一个小时，这才帮他一起把鱼钓上来。这太离谱！你怎么证明？那个人为了感谢我，送了我一条鱼，还活蹦乱跳呢。这是真。